容要搜寻庶民大头家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焦糖哥哥陈嘉行确诊了，网友在他的脸书上贴文留言哦，说自己呢非常积极的染疫，在家里头你传我，我传你，希望可以达到免疫的观点。哎，焦糖哥哥也表达认同哦，他说懂的人就懂，好像是一种术语哦。我们要请教执行长了。哎，堂堂的指挥官难道忘记了吗？新冠肺炎是第五类的传染病，哎，你讲，如果你蓄意传染别人，是要关三年呢？对，而且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第62条，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规定。不过陈时中到底懂不懂呢？就看对象是谁。今天是焦糖哥哥，他可能可以说不要紧张。今天如果坐在旁边的寒冰的冰糖哥哥的话，对不起，你马上就50万元就罚下去了。而且刚刚讲了一大堆，你看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所谓这种自然的抗体，而且你只要一染疫。不是在讲，昨天才在跟大家所有的医护人员祝人家的国际护士节快乐，你今天就要制造这么多的一个感染，让我们第一线人员的医疗系统整个来做一个崩溃吗？所以陈时中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他怎么可以不立即的严重？